大家舉手啦，大家一齊舉手。哇！好，先 OK， 好 stand by。 大家好，我是打比大師甄子丹，万众期待的宝马香港打比大赛即将开始了，马迷们准备了，我们很快就可以一起见证四岁新星的诞生。 Let's go！ 好，今日上面攞嚟。隨時起步。好，嚟一開閘嘅時候啊，稍為慢啲嗰只咧就難以置信嚟嘅。前面快咧，咁啊見到中間位置嘉應全程啊快前啲喎，響入邊又意力滴滴啊。第三位內欄就久久為尊啦，外邊第四位粉紅衫有閃星輝煌啊，出邊仲有兩隻喎，分別係橙衫嘅喜連勇敢啦，外邊位置紅衫白帽咧就安靜啊。馬林中間大約跟住個五六位就係超超比啊，再後邊嘅馬啦，內欄有啲搶口喎，粉紅帽粉紅袖咧就同樣美麗嚟噶，跟住個後邊嘅馬仲有難以置信啦，中間粉紅眼罩係勁速威龍啊，外邊有精選謀略啊，暫時墊後三匹馬先，分別有黃衫嗰只就大至尊，紫色衫內欄尾二係驕陽名驅啊，暫時墮後嘅馬匹係標誌銀河嚟㗎，去到對面直路中段過呢個千二米段處啦，方頭嘅馬係嘉應全程啊，跟住喺第二位咧就閃星輝煌粉紅眼罩慢慢上啲咯，再見到第三位嘅馬仲係意力滴滴啦，喜連勇敢啊，跟住個第四啊，第五位外邊有安靜啊，紅衫嘅內欄第六九九為尊，中間咧仲有超超比啊，同樣美麗走咗出去啊，咁啊粉紅帽粉紅就嗰匹啦，內欄攝上啲咯，紫色衫有驕陽名驅，中間就難以置信啊，後邊四匹馬有勁速威龍啦，尾三黃衫內欄大至尊，精算謀略褪咗落去啊，內欄暫時墊後都仲係嗰只標誌銀河嚟噶，好啦，轉彎入直路嘅時候咯，前面佔先嘅馬咧都仲係呢家應全城啊，咁啊接嚟咗後邊嘅對手有三個馬位入嚟啊，後邊嘅馬意力滴滴響內欄第二，閃星輝煌響中間，外邊喜連勇敢亦都追緊，再後邊嘅馬悄悄俾中檔追，入邊有大至尊，外邊一追緊上嚟係驕陽名驅啊，最後二百啦，嘉應全城將後邊嘅對手拋甩最少有三個馬位，大至尊望空咗展開衝刺啊，中間上嚟嘅馬仲有隻標誌銀河，最後一百米到啦，見到中間位置大至尊嘅去勢相當凌厲，葉初紅贏出今年香港打比大賽冠軍就是大至尊啊！見到今場賽事五棚自馬房嗰只標誌銀河同樣都追得厲害啊！今早賽事見阿潘頓留守住個內欄，大約尾三尾四位置入直路而出中檔追。咁啊，至於練馬師葉初學，亦都曾經派遣過好多隻賽車上陣打比大賽都未能得逞，今年憑大至尊贏出今場重要嘅賽事啊！